白玉。嗨，Hello，你是巴士知道我今天下午放假才开台的？我不知道。说你早安，小鱼早安。No，我早上8点起来，然后9点开始剪片。我的片只剩下30分钟可以剪，结果剪了快4个小时，中途就滑光绿啊，有的没的，忙死了。那来吃早餐，就是到了刚刚12点40几分才剪好片。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已经现在已经快2点了？哎、欸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、欸，我记忆力都不见了、欸。哎，早安，早安。哎，夏曦，哇，夏曦，早安，有睡饱吗？看，他又要来杀，来杀人了，给你哦。好，言归正传，那昨天不是大家送了一大堆酷东西吗？然后看了一下后台数据，哇，这个数据变好看了，按错房号没事啊，你那么会抢，对不对？那么会抢的有关系吗？六七，谁们要打你？呜呜呜呜！他们又要打我，谁们呢、啊？不是，你跑进来说我们要打你，这样对吗？那、啊、你不就是跑进来让我们打的吗？你是不是要教？ち、あれれ、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诺英今天不用去讨债哦。哦，小月他们哦，没事啦，给妹子打不怎样？リージ。我们昨天场外有一场。坚持打飞六六，哦，就只有赌他啦，哇！平安安，因为昨天啊，想起来，昨天我关台后就在教那个嘛，教黑糖怎么打日麻，然后教了快1个小时，他才说：“安心，可以先暂停吗？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太难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我要洗澡。”再晚点洗的话，楼下要抗议。我说：“好，你去洗，你去洗。”所以昨天没有全部交完。不过今天早上看到黑糖有 po 文说他成功立职了，可以胡牌了之类的，我就感到很欣慰。原来是洗澡卡，对，然后我也发回去给他，他发我洗澡卡，我发睡觉卡给他。我说不行，黑糖不黑糖，我好困哦、喔，我先睡了。互相发卡的部分，
我本来很想画那个滑鼠垫的图，就是想画一种大张的滑鼠垫的图，可是我下笔后就整个人已经死掉，你知道吗？动力灵感整个就是烟消云散啊！对啊，最近看到 DC 群又开始都陆续一直会有人在，觉得心情很好，因为就一阵一阵的嘛。毕竟 DC 群这东西，我也讲啦，就是大家可能会有自己的群啊，也不一定都会在兔窝这边，就只是当时一开始最早以前是我这边嘛，这边就是 DC 群活很久，那。突然就很莫名其妙，怎么就改成换哈基那边的 DC 群很活跃，然后之后就是每个 DC 群又慢慢的不活跃了。那是直到最近又开始，这边又开始活跃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又回来了感觉。讲是号召大家打你哦、喔，你要早讲啊！你这么 M 要说呢，我可以帮忙啊。但好像回来了呢。你最常，那我常出现吧？你也没有空出现啊，不是吗？你也很忙啊。嗯，这只嘛，好戏，号召组队来打我，这样啊。小居安安。最近想不到玩什么，不是说想不到玩什么，是想玩的游戏，但是怎么讲，怕你们看不懂，想玩泰拉瑞亚，泰拉瑞亚就真的是就那样子，可是每次回去重玩都很有新鲜感，那只是有一个东西是灾难模组，这个东西是之前跟懒懒在玩，然后那时候玩的其实蛮开心，因为他就是比如说麦块的钻石装攻击力是到10嘛，那玉髓可能是11，那装了模组之后一定有比钻石玉髓更强的啊，攻击可以到20啊、25啊、30、50，就越来越高。然后那时候就跟懒懒在玩的时候，就是哇，打怪真的后面数字都是开始200啊、500啊、1000啊、1500、5000这样子一条。教主不做梦了吗？我要做什么梦？不是欸，他这个牌是陆续进来的欸，我做不了梦啊。好嘛，我梦另外一个好不好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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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我忘了我今天有梦到一个东西，很想分享但是我忘记了，我记得是不太好的梦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
我觉得很闷啊。我好强哦！我好强什么？是啊，这不是常发生吗？看来今天不适合打麻嘞，我打开斗争特工好了。没有啊，我打开的话，我要重载。我重灌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载过它。啊，危险啊！看到没有？这才叫做梦嘛！哎呀，给你个爱心。你要来抢房了？你看到这个牌就来抢房了吗？太快了吧！还没吧？你太冲动了哦！砰！来撞一下。好啊，好呀，好呀。你要现在摩擦我的雕刻刀，你还要带你的水彩笔上来呢。你可以雕出一只鸟，我也觉得你很强耶。这个鸟跟饼很难雕耶。哎呦！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，没有啦。我有好消息跟坏消息告诉你，你们想先听哪一个？那好消息是，坏消息只有一个。那坏消息是我肚子有点痛。我的肚子有点疼。去啊！我怎么去？打完吧，我打完再去吧。那没有啊，有一点而已啊，也没有想要出来。感到恶心。对呢，这样子就少，这样少了混一色哎，不再扣一张字起来比较好。那看起来好消息有两个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我可以抢你的来打，好像可以哦。那就切回来啊！我又国士无双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ツモです。混全带要比混一色少一番，对吧？不是附肉的话，混一色是两番吗？
对啊，刚才想是要混音色还是混妖？蛮干，你粒子有什么用？给我1000块啊！哦，是，很亮哎、欸！对啊，哦。你知道你们一群人躲在日麻区里面聊天，我压力很大吗？看着很像是一群那个评审观众，然后他们是开着麦那边讲话，有没有在聊现在的赛况？我繁星怎么会打那一张？应该要留下来啊！小月喝酒，哎呦，女孩子啊，酒是可以喝啊，但是可以的话，找我喝啊。你准备拿回来了？你跟小六拿，小六拿了，不要跟我拿。他很多1000块的粒子棒，我没有，我这边都是万元钞，好吗？你可以进来找小月聊天啊。为什么？他很想跟我聊吗？怎么现在换我撩小月了吗？刚刚无名和我的牌，他们还做得好。无名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是怎么拉仇恨的啊？我知道兔窝的人会这样做，没错。怎么啊？怎么会轮到你身上来？这种东西不是应该是用在阿杯那种人身上吗？啊，怎么会轮到你？好可怜哦。阿杯那种的，哇天哪，我好坏哦！因为是他要求其他人的，你那么 M 哦，我天哪，好恐怖哦，我会怕哎、欸。那么按过头的，我真的很怕哎、欸。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好卡。你自摸摸的好卡哦。还是他们骗我？小月昨天还问你，你是不是想把他那个大头贴换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说要换掉他，我说他要继续留着也可以啊。我还要求他不要换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卡哦、喔！我想，
我跟小月说，不用啊，你不用换，你现在大头贴很漂亮，很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我有说吧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还是我卡而已。来，我换个角色。哇，果然出现了。哦吼吼吼吼，这招有用。那个，重新再按一次哦。感谢感谢。孔宇，孔宇，孔宇有在 DC 吗？帮我喊他一下。有场外吗？应该是没有，你自己喊吧，自个喊吧。你们 DC 赶快再邀一个啊，邀一个赶快来玩啊。再来，除非我们冬一嘛，冬一冬二马上结束，要吃东西吗？嗯，可以喝。早餐吃太多。我在对面日式料理有啥吃？我姐居然在吃日式料理。最最说我和小牌要制裁，然后就揪人。哦，那最最也算是半个乱源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好卡，救命！我网络是不是炸了？你们会看会卡吗？不会哦，好好，我就是赖在搞哎、欸，我点开赖就这样子，我把我姐的赖关掉，我用手机看。亲子洞，尾鱼刺身，旗鱼刺身，哇哦！那我只好来点个拉面来吃好了，看一下哦、喔。那我跟他讲味噌拉面，味噌味噌拉面，我干，我以为他是六六。我说哈，六六合到了、哦。今天凌晨有大地震哎、欸，不是说震央在台中吗？可是我没有感觉，我睡死啦。你们在聊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可能在一场呢？是啦，一个是六六，一个是九九，哎，你们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六六是这个，九九也是这个。越来越大哎、欸
你们怎么想？我要凶他我是想要老头啦，再不动就没机会啦，好像太冲动了，我是在玩他小可以打掉，给他压力，施予压力。你梦到地震，结果现在就地震了，还是你刚好在地震的时候刚好梦到地震了？有的人在摇，就刚好就是地震。对不对？也不无可能嘛。哇，海变好丑哦。一直凶他。都给他扣得死死的耶、我生气，气死！气死！哦不，你还好吗？抱歉，你还好吗？好啦，至少你不是放枪给我吗？我自摸。乖，没事啊。我越来越多人了，你说 DC 吗？还可以，哎、欸。我的 DC 靠你支撑欸，天哪，你是我 DC 的台柱。我要像那个手冢国光说的，你要成为兔窝的台柱。嗯，小妞安安，
无聊安安啊，你的名字真的很无聊哎、欸。好呀，不会吧？哦，哎、欸，好喂！要不要把这打掉？然后碰这两个，打掉这个。老是白痴，是不是太无聊才打嘛？没有东西打、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无聊了？不然又要玩之前那个游戏吗？国士无双哦，是单骑，感谢马田的18个月。日麻是兴趣，没有在陪大家一起做梦。你看是不是有了一个梦想的出现呢？不是，你也太快了吧，还丢五张牌欸。你说 B4B 那个游戏怎样吗？那个游戏哦，虽然听说现在改容易了啦，可是阿纪允月阿汪他们好像，因为我当时跟是绑他们三个的啊，我是专业捕食啊啊，但是是绑他们三个的，所以他们三个没有玩，我也没有在玩。你觉得值得入手吗？现在玩的人我不知道多不多啦，当时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入手的话就看你有没有兴趣啊，因为那款游戏你浓的浓的成分也是有，所以看就看你自己咯。哇，你差了他10倍耶。哎呦，肉鸽吗？不算呢、欸。
他是要有点数，然后去弄卡片。啊，我也蛮喜欢玩洛格的游戏的啊。然后真的喜欢玩那种游戏，会觉得说我是不是 M 啊？都喜欢玩那种死了重来、死了重来的游戏，很哭啊！新手可以一起抢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太无情了吧！你本来要买来玩的，我那时候有尝试单人玩，他没办法，就是线上模式的时候是用单人加电脑。他你一开始玩的时候玩线上嘛，他会网络上随机去找那个玩家给你跟你凑，然后真的凑不到才会有电脑进去，所以他网络上排会排超级久。不掉、哦，好，感谢九九风雨跟跑掉了。哎、欸，感想。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下午好。国道了，开心，恭喜！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的六六组成 CP 啊？一个九九，一个六六。啊，你们的角色都是小正太啊，结婚呐！结婚啦！啊，想不到，我跟你讲，我才想跟你讲说，有一大堆人在抢，不是只有你在抢。然后，我们家气噗噗的扳手就说不抢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现实社会啊！你抢不到就是抢不到。你知道什么？好啦，路上小心哦。然后负责打六六，就看你咯。不
是今天运气不好，下次再来。我觉得就怪怪，所以我要打算抢你账号，靠腰来啊！我们就来玩早期线上游戏那样子。那个就是，当你今天天堂被盗了之后，你就要赶快把你的账号再开回来。当你开回来的时候，然后对方又再盗用你一次账号，这样子开，比看谁耐心高。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啊，没事，没事。七，晚点改回樱花好了，雪花的效果好普通哦。我给你回收的机会，好好打字，我再回你安安。DC 日麻须现在多少人？几千亿吧，2 4 6 8 10 12 14 16，加你的话就19了，加你的话就20了，200,000人，哎、欸，繁星安安，嗨安安，大约30人，哎、欸，上面还有一个节操在楼上挂机，还有个中原镜在楼上挂机，不知道他们算不算在里面啦。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。我看成日麻区区只有17人，对，日麻没什么人玩，能区区了。好亮哦，亮晶晶。笑死，我们全部加都算17，你那边算什么？是要骗人进来啊，对不对？那么百人到场啊，万人响应，哎、欸。哇，这不香哎、欸！多出来的，好啦，这四个有点哦，有点尴尬啊！啊，咋办嘞？七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前锋安安，哦，前天生日快乐，前天吧，是吗？应该没看错吧？
你今天飞了多少人？哇，一队吗？今天飞了多少人？一队。你嘛是派派呢？一桌人。哦。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リーチ。ポンニャ。欸，我问一下哦，他力指被断掉一发的话，他再次力的话就不算一发了，对不对？我没记错吧？你不知道吸吧？OK， 二发，第二发，啊，粒子二发，哇干！谁打谁死欸，哇哇哇，可能打一秒现在状态不是很好，有多不好，去休息，谁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角。本一。就没人扣欸，笑死。哈雷曼，肥来啦，师兄肥来啦！我差一张，是有是有是有，自摸好亏，没差啦。不然他刚刚应该也不敢打白板吧？搞白板也在他手上啊，对不对？我没自摸换他自摸啊，要这样想欸。早安，繁星，今天输的比昨天少很多了，没事没事。我也是每天都有在输啊，又不是每天都在移位。这样就要九连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梦想有点大。对啊，等下搞不好双方都没胡牌，连1000块都没有欸。
啊，我们打牌要抱着慈悲为怀，不要整天想着要让人家死，懂吗？还是要留点活口嘛，这样子他下一回合才会继续跟我们玩。一开始给他死，他如果删掉游戏怎么办？繁星说的没错，我刚刚有两张白板，哇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好我刚杠了一下、欸，哎，我没有杠的那一张就在他手上了、欸，哎。哎，黑暗骑士。对吧？你看，我已经想好了对方打的1000种招式啊，这是其中一个招式。这边嘴，我脑中已经有1000种啊，对方可能会出招的方式了。纯正九连好像比四安克丹奇国师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倒是觉得可能有机会绿以色，没有哎、欸。砰！这个脸好丑哦！我总觉得飞过后这游戏更好玩了。是多 M 啊！好恐怖哦！我是很喜欢看胡刀大牌的那瞬间，会有那种跟着热血沸腾的感觉。我想做梦都没机会，没事，没事。跟你说，梦是用来打碎的。你看看那个阿杯，在我的台上说了多少次要国师无双，啊，每次都差一点点。啊，我就是喜欢捏着三张牌。就算没有胡牌，我也不丢给他。我是那种鸡掰的教主啊！我都是跟朋友乱玩，然后把朋友打飞的那个。没事，我有时候真的想乱玩的时候，反而牌运就很好。本来想说啊，挂着，然后好好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就发现做不了事情。然后手边就停下那份工作，然后继续跟他们玩。我也没机会，因为都抢不去。哪有？你也有抢进来过几次，好不好？定空流星。哎、欸，有吧？你有跟我，你有抢进来过吧？除了宝可梦交换当中，交换宝可梦的时候，你其他应该也有进来过啊。哦，然后我昨天关台后，哦，开台前有再稍微刷个十只裂空座，还是没有。好几个月前了，没事，我也是这个月，哎，上个月底才开始回来玩日马的啊，还不是因为那个新角色我才回来玩的，气死。あれれ、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。你这脸真的很丑哎、欸！金钟铮，一成功，ドラさん，マンガン。真心觉得好看，我也觉得很好看啊。要不是他会动，我也希望我老婆会动啊，对不对？
爱斯巴达。你回来玩不是诺英第一次玩的时候吗？我回来玩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诺英去年暑假就有在玩了呢。那时候他还是懵懂懵懂的啊，只会清一色、混一色啊，他就只会这个而已。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。啊。然后我继续用半妖酒，不是啊，就是因为半妖酒如果喝掉人家大牌，我觉得很气啊，所以才会玩修罗嘛，给大家有做梦的空间。新角色好好看，但想要充值可是好穷。哎，抽东西这个东西。本身就是一个运气的呢，不是你说出就出得到，有人单抽抽到啊，有人一百抽抽不到。我在想到昨天那个小弟弟小五说，我小五看不懂，然后讲一大堆，可是我爸爸不准我赌博。昨天本来就不想要跟他浪费口水啊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心想要玩啊，对吧？因为昨天一开始我对他的口气其实有点不耐烦，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心想要学，就把责任推在他的年纪，再跟他讲一大堆，又把责任推给他爸。你140都抽不到啊，所以你保底了吗？单抽抽到的可以拖下去砍了，我好像知道有三个人单抽抽到吧。然后一直暴气直到我你可以回你长大后就有机会了。没，他根本就没有心想玩好不好。到底怎么敢在我们家外面那个马路上面飙车啊？很容易出事哎、欸！单抽中角色，我也有用票啊，我那时候用票抽了两只角色，可是就没有抽，都歪了啊！总觉得这牌国没机会了，没事啊。没机会，我们就九连宝灯。我是第一次就抽中，还特别问是不是保底中，又被赶走。哎、欸，嘴巴就很贱哦、喔，抽中就抽中，不要跑去问这种奇怪的东西哦、喔。我也非洲啊，哎、欸，我上次的狂赌之渊没有抽中啊，还是小鱼帮我抽才中的。那这次也是我抽了没有中，又是小鱼帮我抽我才中的。哦卡卡。这种睡得比阿杯还严重，你说这种吗？怎么办？就大家不要的是什么？这个。龙。你也在做梦。啊，硕业，我手上有三张 AC， 我是真的有三张 AC 哦，好恐怖哦！万一我陆续摸到自牌，我会死掉哎、欸！
还好我没有摸到字牌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我好像第一次在观众场遇到他哎、欸，下次帮你抽。我那时候就跟你，你是跟我讲话吗？没有，那时候也是跟你讲说，你先帮我抽，好不好？我自己抽不到，我心情会很差。你的遗忘在我手上，我有三张 S， 我有三张 S， 怎么和我斗？不过还好，我刚刚进牌很不顺，不然我觉得我会放枪放到，我就直接死了。场外三人男，自摸损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新手，自摸损是什么东西？觉得我这次回来玩变难抢了。没有欸，我觉得是你的错觉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是哦，我自己也没做梦到，你怎么可以比我早先做梦，还想让我梦醒？玩这么久还不知道为什么用古意不算，古意要另外开啊。哎，还是你说修罗场没有古意？我觉得没有古意很正常吧。这牌就到九连，个头啊！看一下好不好？前面这个什么都没有来，我很快就有三张一万吗？我一开始就有两张一万了呢。然后第三张一万是马上拿到的，很快就拿到了。你可以去看前面的记录档啊。哇！哇！哇！好了，可以喝东西了。我是觉得很难的，机会渺茫啊！至少有这些压压惊，让他们知道我有多可怕。我看一下，你们刚回答我了吗？自摸，我、哦、靠腰。我刚刚正要看说自摸损，我就说自摸。啊，嘴巴又再次开光一次啊！抱歉抱歉，看一下哦，自摸损就是自摸分数会变少，因为少了一个人的分数哦。没有，刚刚在看聊天是自摸，应该信刚打嘛，自摸损就是。那自摸，嘴巴再次开了光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等一下可以继续进来梦吗？你说我们这个场吗？你没看到聊天室一大堆说抢不进来了吗？你还要抢？你给人家机会吗？哈雷曼，我现在才看到他的手、欸，哎。
啊。对啊，你光抢进来就已经在做梦了呢，你还想再做梦？你还想起舞？六，打掉。怎么是来这张？二三四，砰，砰，砰。DC 在瑟瑟吗？我要进去了哦。听到瑟瑟就失控。哇，海风要九连了哦。砰！砰！他声音好低哦，嗯，初见安安，预在准备出道中，哎呦，辛苦了，加油加油！如果好好好，我先去支持你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先等一下，打慢一点，我去订阅人家的频道。蛋呢啦，无赢啦！我去看看人家。欸，找不到欸！我要怎么点呢？等一下哦，玉仔画师还没画出来，没事。那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出道？我是不是就只能这个了？哎、欸、卡！完蛋！我找不到你的频道。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哎、欸，找不到你的频道、欸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想订阅都不行。你有订阅？网路红灯，对。好了，我可以专心的找了。你找到了？搜寻什么？我复制贴上找不到，到底为什么？我找玉，我就直接复制贴上啊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白痴哦！哇，你有剪打打的影片呢？赞哦！好啦，我先订阅你了。好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，先订阅支持你一下。对面交给你了，你是有发财，我相信你有发财。加油！自己射，杀人！杀人！这才是我要看的。应该有吧，东风，然后发财，哇，真是东风发财哦、喔！哇，可惜哇！你们出去打架，我等你们打完再进来。辛苦无聊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可以帮我开门吗？
你们两个互 QQ 哦。抱歉，我笑得太坏了，我很抱歉。你妈啦，这样四暗客！你妈啦！再来割一张我就听牌了，干嘛市场？帮我拿下去，谢谢。李锦，你看不出来他刚刚想杀人吗？这个局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样不是很棒吗？结束了，对不起。哇，这一局怎么手气这么棒啊？嗯，抱歉了，抱歉了，我很抱歉，抱歉。我有天和过吗？没有，无情自摸。不是哦，刚刚那个情况下，我刚刚这个梦也可以吧？好啦，你走咯。我看一下我，安素，天河在哪？天河零，地河零。看到绿色我就很气。精灵幻梦在吗？你是不是应该丢那两个的？你是说东风或发财吗？嗨，黑糖，有机会来抢一下，先泡咖啡。好，拜拜。混全应该要给人梦的、欸，没事啦，谁会知道他真的手上有那两张？没有啦，有时候。可能我出来太慢，或是延迟卡住，你要再按一次。最近会打日麻的黑马，是黑马黑糖，黑马，嗨黑马，来自黑马山和黑马山。有没有？你现在会打日麻了？应该就比较懂我那时候在讲什么东西鬼了吧？哇，今天是一杯口日吗？黑马听的没有啦，大麻的麻啦，黑马。黑暗麻将，好，那黑糖下次来玩黑麻吧。打输了脱一件，玩什么怪怪的游戏？哇，原来早期就已经有黑暗麻将了吗？打输脱一件。这是不是另外一款游戏了？你小心说话，我小心说话了啊！怎么了？你没看到我脱到只剩内裤了吗？哈哈，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服があるとは。哦不！哦不！
快把七堆子打出去啦！一定是报应，我对我刚刚的言论感到抱歉。可以原谅我，来一张这个吗？来你妈的！哎，原本是。道歉要拖，我现在拖好不好？我拖。我现在要脱裤子了、哦。好、哦，他脱了。再不让我摸牌啊！再不让我摸牌啊！跑去别人家了啦！你们看不见啊？啊，没办法啊，啊，没办法、啊，不能怪我、啊。要视讯道歉。诺英。啊哈。忍者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。我斥责你。角。タイヤを。タイタイ。シャー。タイタイ。羊が一匹。マンガン。リーチ。角。チートイ、ドラニ、ハネマン。啊，七对子，我刚没一杯口吗？七八九不是一杯口。黑芝麻酱，啊，送你了，送你了，送你了，来，好好继承它。啊，七对没配口，我是不是太久没玩，忘记这件事情了？太久还在那边留七对子，啊，看来我真的太久没玩了，我很抱歉，我对于刚刚新手的言论技巧。我很抱歉啊，我不该耍笨在那边问七对子一杯口的啊。拖，等一下哦，怎么拖？你穿最多，你拖。他已经看穿的这么少了。应该攻击他才对的。排好多字哦，你是不是准备留局从头开始打、啊？我好像也差不多啦。道歉了，我脱裤子，我脱裤子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胸啊，我有的聊天室有一半的人都有，好吗？
我帮你，好，小月你过来，我给你地址，你要在我棺材前啊，来帮我开台。问一下哦，一对子是七个对子，理解啊，理解。如果教主想要加码裤子，有什么情况？当一个牌被当做一个对子来说，就不会在这顺子来使用，所以七对子哦哦啊。我那时候只知道二杯口没有七对子而已啊。各位先走了，还钱还钱。不然你说要帮我什么啦？在那边讲一张嘴，没有，虽然我也是出一张嘴啊。你们再远也没有那个谁远，雨电远好吗？他要跨海才能来帮我欸。帮忙打麻将，对啊，小月会打麻将啊，我把台丢给他就好了。什么照片借我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请私我。哎呦，我每次从来拿牌又觉得好烦哦、喔，你看。这不就是那个吗 ？Rog 的游戏嘛，你看大家一开始再全部重来啊，再重新农资源，然后打魔王。漏点什么还是漏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你不能打一个漏点的点呢、欸，容易遐想哎、欸。道歉可能要漏罚记线之类的吧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再聊下去，小鱼要疯掉了。上次才跟他讲说，好啦，我尽量不要再发车了。可是很难避免吧？有时候真的很想参与那些很好笑、很白痴的话题啊。我避免不了小鱼，这是我的本性。这是我的本性，小鱼，我很抱歉。干七八九，你刚刚碰碰虎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说我也很喜欢碰碰虎啊，因为碰碰虎真的也很好做啊。跨年那时候更疯，对啊，我不用喝酒就很疯，你看看我喝酒后会变怎样。那请想一下，如果当时跨年我有喝酒的话会怎样？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你给我过来，我让你知道我有没有在说谎，让你知道三十公分是什么东西。三十公分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刻度。是刻度啊，那叫什么东西？是单位。哎，我习惯了。你不是听自己听得也很开心吗？奇怪欸。你快不快乐？当你推开我的那一刻，你快不快乐？我去你的。油门踩下去了吗？也没有啊。你只有三十公分的一半，所以你剩下零公分吗？你要嘛三公分，要嘛零公分呢、欸？三跟零的一半是三或零呢、欸？我以为你单单用言语就能满足我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言语是无法满足的，好吗？爱不是用嘴巴说的，要用做的。对不对？
爱怎么可以用嘴巴说说呢？当然是要用行动证明啊！你就是用嘴巴做啊，白痴！你这会被 ban 哦，我跟你讲。我什么？我很棒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哦，米娅安安，关台了吗？来，去偷看你的台。哇，这好卡哦！是不是我，是不是我开太多人的台的视窗啊？关一关，哎、欸，米娅关了，好，关台。我好像一次开太多分页了，我关一关哦，等我一下哦。还是就是卡的原因啊？哎呦喂啊！大滴滴也不是滴滴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真的在滴的话，你会漏到漏麦有听到声音吧？我是帮忙挂台哎、欸，吃广告之类的哎、欸。怎么通往幼儿园的车？什么意思？班号多少？想加？我不知道。请往前拉，请往前自个拉。我用心良苦，什么东西？还好吧。哦，米娅打开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啊，什么时候米娅要约一场？还有我诺英跟你，再找一个人来玩，找个像小仓啊，或是大哥啊。其实，在想说，你们应该就是台币一起玩就好了。我感觉我只是个多余的，对不对？你也这么想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对。哦不，他跑出去了，会不会正听啊？我可以啊，对啊，你们改天再揪一揪吧，他有缺我再去补。贵生，我快死了，贵生，你也快死了啦！啊，但是台币们需要一只大兔子，你少来，你在那边，我来，我怎么了？没有啊，讲真的啊，如果你们有缺的话，我就补啊。啊，毕竟都是说台币联动嘛，之前也有那个靠北板上也有说啊，对不对？台币就应该跟台币一起联动啊，啊，怎么是跟一些？我卖块实况组一起玩，干正听光光。我们需要一只兔肉大餐配麻将，好啊，来啊，我们在吃狐狸肉啊。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卖块一定要杀狐狸。我们就是不合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たの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欸，好多哦。好啦，你是要这张。没有，因为狐狸会去攻击小鸡跟兔子啊，啊，以防兔子被狐狸杀，我就先杀掉狐狸啊，对不对？
く呪詛全巻で内から金を巻き上げられる人なんていません。哇，你真的进来了哦！讲话给我快一点哦！啊，有了，我们不要让他合牌，他就不会讲话了。各位加油，我们不要让他合牌。为什么叫臭醉醉？哇，你们感情很好哎，都以臭来称呼了。好难抢，没事没事。你不能看到画面结算就抢，你一定来不及。你要画面结束前的大概八九秒钟，就是大概我后面已经结算那个什么。啊，荔枝啊，一发啊什么那边就要开始抢了。聊天室满满的哀嚎。你有洗澡不臭，那可能用水沟水洗吧，才会臭啊，不然怎么会臭？哇，这样子的？哦，你这就是狐狸喜欢用的那个角色哦。他不是喜欢就是趴下来，然后用一只手把眼睛遮住吗？我还蛮喜欢看那一张哎、欸，就是横躺下来，然后用手遮住，然后露一只眼睛出来。对对对，这个他每次听牌都会丢这个，我就觉得小孩好可爱哦、喔。我蛮喜欢这个啊，高追。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あは。你们还记得我还有拉面要吃吗？啊！你知道我现在在等小月私讯我吗？哎、欸，消散的好快哦！你们打慢一点啦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完蛋了，他要念咒语了。我这边是转运成功了吗？转什么东西？我这次转运成功，转什么？这是你吗？我、哦、完蛋了，他多了一个字幕可以念了。哪一些？你是不是也想伤害我？来吧，我们互相伤害吧。我说今天打段位一出，想说抽个脚转就单抽中伏击，很棒啊！
太小啦。有没有？他是这个叮叮的太慢了。叮。哦吼吼吼吼吼！唉，所以你们觉得我前天昨天讲那个好不好？今天这搞死自己吗？绝没有超级留言，应该不啦不啦，就是说今天有多少我就几天不开台，有没有？我说你就是这样子，我才不愿才不想抖给你呀、啊，没有啦。乱讲的啦，那反向操作，你们给我钱，我就不开台了。来，二三四七七啊！什么牌？对子太多了吧？最近不流行抖多少开多久吗？对啊，可是这个已经不适合我了啊！如果你说是两年前的我，两年之前的我还可以，我最近我真的好累哦！我这几天醉爆如果你是说去年底左右，去年中左右的我开爆啊！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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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果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，如果是阿尔宙斯来的话，我们再来开加班台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阿尔宙斯出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加班台，因为确定是阿尔宙斯，因为我那时候玩《魔物猎人世界》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在睡。那时候说哇，《魔物猎人》怎么那么好玩，一直出门去讨伐，然后拔花、挖矿、采草之类的。没有。你太夸张了吧？不是，真的很好玩，你就可以在野外一直晃，一直玩，一直狩猎，停不下来。哇哦，哇哦，自摸好可惜哦。好可惜哟，让人想买，因为阿尔宙斯真的就很像魔物猎人世界啊。然后那时候也是拼命在挖，说有谁要一起玩，还跑去问麻子啊、摩卡啊他们。心配すんなって。このボールを出したのはわざとだ。麻子是因为他那时候会员还没弄好。那摩卡也是，摩卡好像就意愿没有到很大。干嘛啦？啊！凶他小。
啊啊！可是阿尔宙斯好像是单机不能连线，真的假？啊，我觉得可以一起去讨伐那种红色眼睛 BOSS 还不错哎。可是他真的没办法做到像魔物猎人那样子，因为当时是也是说以为是开放世界啊，结果后来说不是，没有，他那时候说开放世界好像是，好像是野外不会遇到别人，除非是组队那样子吧，因为开放世界的意思不就是，你可能会遇到陌生人那一种。那你等我完了之后再做决定啊。哎，栗子 ，Hello，Hello。好啦，不然我打到四点好了。那晚上有没有再开再说？毕竟好像确定了没道具特性跟圣诞。对啊，就是我会有对战系统啊。它就是这一次的主要目的是拿来讨伐魔物啊，不魔物啦，宝可梦啦。就不会有玩家跟玩家对战啊。我有看那个介绍啊，他是说这次不会有特性，然后特性跟啥？好呀。好喂，下一场。你看我点半天，他还是慢慢跳出来啊！部长是不是你的main角啊？怎么那么凶？你飞错人了哎、欸，他不是六六呢。我想说，不是蛋头，真的不要再点点点了。现在排队的人真的很多啊，我也很困扰啊，好吗？干嘛？你要天河对不对？嗨卡，我念，嗨是 K A R。还是 K A R I 这样念呢、啊？嗨咖喱吗？嗨咖喱，对不起，乱念。我的手速慢了，天气太冷了，没事。晚点我陪你玩好不好？我边吃拉面边跟你们玩。光。哇塞，你们会练日文哦、喔，好恐怖哦、喔，你们好恶心哦、喔，还是我真的太弱了。我的目标是教主剪精华时能上进，那你可能要做出一些很好笑的举动，或者是啊。你可能要被我国士无双之后，我可能你被我做了一个很好笑大牌，或什么时候才有可能上精华？但我觉得最近上精华的动力越来越少。你们是不是应该打这张才对啊？等等，你们好恶心是怎样？
会日文啊，很猛欸，会第二语言、第三语言啊。你可能在我面前做个九连宝灯或是四杠子之类的，我就剪出来啊。啊，天和地和九连宝灯四杠子这种好不好？博士无双，博士无双应该也还好了啦，毕竟真的很常出现。那斯安克是稍微嘛，就觉得还好。你可以靠腰喔，你可以背我九种九牌好不好？或是等到那一天阿杯说教主我今天有十一张了，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九种掉这样子，哇完美。看腻了也没说看腻了啦，是剪出来觉得还好。看到国师无双哪次不兴奋呢？日文五十音不难啊，我知道不难啊，可是他们拼在一起就很难啊。英文也是啊 ，A 到力很简单啊，可是他们排在一起我就不会念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阿杯今天应该是打喷嚏，他哪一天不打喷嚏了啊？我都怀疑他睡觉的时候打喷嚏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他有时候都开着扩音在听我们的，然后每次他睡觉都是被我吵醒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又在消费我？哎呦，怎么会是六九？六六跟九九，学会用日式英文发音，对不对？要数了，要数了啊！每次这样都自摸。天牌在谁手上？是不是你，樱桃？嗯，应该丢这个呢。哎呀呀，啊，嗯，等一下哦。我就不用四暗刻也可以很痛啊。哎呦，不要闹了啦，每次讲这种话就是一直进好牌，有没有？哦呦，你不要闹了啦，会痒啦，这样子。哎呀，趁马吉断掉，我们赶快打啊，回来了。坏人拍狼，嗯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灵压提升。刚刚封牌补应该继续拼，拼什么？你在刚刚拼什么？你是说十三面吗？哎呀，你看看你年轻人，前面自摸的话那些啊，是不是
还剩那么多牌，你太冲动了，年轻人。不要，能有三暗刻就不错了，好不好？还奢求啊？这还是宝牌哎、欸！我想要对对耶、欸，我是说对对哦、喔，不是醉醉哦、喔，不是滋哦、喔。啊！我早点转场，但好像有点抱歉，醉醉，没事啦，你们私下可以解决啊，对不对？我是醉醉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是醉醉啊，我是说对对，不是醉醉。那、啊、我是醉醉，怎么了？嗨，醉醉你好，呵呵。劝君多采撷，我觉得这一局没料了你。听不到，听不到我的执着，梧桐，梧桐一直在跳。来啦！你太无聊了吧！不屑跟你玩，你太没有梦想了吧？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、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瓦吉看到没有，我是你的18倍。好，就算我没有庄家好了，哇，我也是你的12倍。哇，你要粒子棒耶，难看。推推ドラさん、ドラ。ハネマン。谢谢樱桃，好吃。卡雷曼，哦，三四五，三四五，三四五，没有，没有。这游戏角色一定要氪金吗？不用，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你不用氪金。氪金是给那些运气不好的。哎。啊，你运气不好，我们可以努力赚钱，努力赚钱抽角色。啊，三呐、啊，五啊，三呐、啊。嗯，哎、欸，打到四点哦、喔！我再说一重申一次，打到四点哦、喔。所以有可能
待会又要留两个电脑，然后在那边进来踢人，进来踢人哦。那剩下的我们晚上再来玩。如果我晚上没开台，就是我睡着了。最近在低的那几个台，欸，就有时候是打开来听，然后再看别人的台。进来一个，这打掉是我只能自摸了啊！换正厅对不对？哇，没救了！我打掉也不，这只能自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靠哭啊！对不起，家里修电没有网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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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你可以把我放在心上就好了啊，这种事情不用放在心上。你可以拼三色啊，不是啊？啊，如果这个打掉的话，这个打掉的话，我还是正听啊，只能自摸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嗨，双马尾。不会吗？是哦。你看，是啊，不会啊，阿三院长，你们出去打，打赢的跟我说，规则我们来改。哦，你教我打，把一万或中打掉，白痴哦，白痴哦。好好的眼不理哦，你怎么输了？好的，那我们来说拜拜吧。好的，谢谢樱桃，谢谢马吉，谢谢小光，金针电脑，好，谢谢彩鸟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利恩，拜拜，谢谢冠良，拜拜。谢谢迪路，拜拜。谢谢蓝猫，拜拜。飞，拜拜。抹茶爱吃夜风，拜拜。晴晴，拜拜。冰雪迪尔，拜拜。Kira，Ki 怎么念呢，啊？好，拜拜。中马尾啊，我们开始下一场。拜拜，赫拉芝芝拜拜，小雪汪汪拜拜，花梦拜拜，赶来过了，五连拜拜，来我们再开一个啊，鲁本拜拜，有干彩鸟拜拜，喜羊羊拜拜，放浪雀士拜拜，小小的龙叶拜拜。生母拜拜哦，生母真的很惨哎，每次都在飞。彩鸟拜拜，两次了。蓝猫拜拜，我们掰到四点吧。没人了，是因为坏掉了吗？看一下，喔，没有啊，没人了。我不踢你，舍不得啊，可以吗？马吉拜拜。你想被踢吗？小风0724拜拜。我看了啥？你看了天星的现场。洛基兔兔拜拜。
小学思想被踢吗？你要说欸，来屁股翘高。玉林，你等一下有空吗？要学吗？现在黑糖跟冰已经冰沙已经被我浇的差不多了。要吗？你等一下有空吗？可以教你哦。等一下关台。哎、欸，还有再一位入坑麻将，他有玩呐、啊，他还有单抽到角色哎、欸，他超扯哎、欸，雨林在哪？我看一下，雨林有开游戏呀？你有没有加我好友啊，雨林？是没加？看来是没加我好友，难过。对啊，一对一教，因为一对一教学比较好教啊。不然那时候在菜章那边在教新人的时候，啊、一直有白痴有个声音在旁边啊，就跟日麻的什么什么碰碰壶一样啊，啊跟日麻的那个什么什么嘀咕嘀咕啊，讲一大堆。我说干，这是日麻，你闭嘴好不好？我气到直接离开语音群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四点了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